被小孩好像发现了。爱斯基尔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叫这玩将，是一名伏地魔，枪法虽远，只会野人。哟呵，这个小嘎嘎呀，我这个是，别打架，别打架，别打架，不打不打，快和平，拿手卡下来，和平和平，别打架，别打架，别打架。要不要组队？不组就打。别打，别打，别打，大哥。那就要打。别打，别打，别打。这波小嘎嘎，你说他们能撵上我吗？啊？是不是太年轻？是不是太年轻了？年轻 class 啊，这去哪找我去啊？咱这别的不行啊，逃跑能力绝对第一啊 ！No problem， 牛逼 class！ 一会儿看我怎么油捏他们的。哎呀，这波小嘎嘎啊，跟我比还是嫩呢，嫩得很啊！来了，这干起来了！哎呀，这小嘎嘎，哎呀，哎呦我去，太残暴了，惨无人道啊！我的妈呀！准备雷着吧，倒一个，要倒一个。哎，两面夹击他们啊！哎，嘿，怎么样？咱打黑枪，都是我的最后啊！他们干嘛？呀，还有人哦，跑了，还有个人是，有雷没？没雷了。哟呵。我的天哪，哎呀妈呀，这太混乱了，整的呀。